哎，哎，你不光入舌头，它没气了吗？啊，好吧。你们先玩吧，我干什么？加杯高级高汤。啊？我带你们先玩吧。嗯，我回来还等下妈妈帮我。啊？随便。随便。好。不来呀，我说不去来呗。当时那个门挺好玩的，我说过来两步，过来两步，我不去了。好累，还是在过么玩？莫干了。
准确连锁客，就国家一线品牌免运费后期款。你想抽根大烟？
还行啊。如果实在
是1958年中巴合拍的
提问。